来吧，兄弟姐妹们，这个为什么说赶海抓不到八爪鱼？我这下知道了，这所有的八爪鱼都被这些渔网给打捞上来了。今天看到这幕，所以说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下。喜欢大海的，记得来个双击。昨天有个老铁私信给我说，你要是抓到一条我没见过的鱼，我带着整个小区的同学给你点双击。今天我找到一条这种鱼，说实话我也没见过，这种鱼你见过吗？如果你也是第一次见，别忘了对着屏幕点两下。赶海人碰见这位大叔，那就是小巫见大巫。别说抓海前的速度真快，一会儿一个，一会儿一个。这么冷的天趴在水里真的是不容易，只为了能给家庭增加一点积蓄。可怜天下父母心，请为这位辛苦的大叔点个双击。有人跟我说啊，你粉丝那么少，双击也少，就不要拍作品了。我想说，谁又能明白我们这个年纪背后的辛酸与不容易？这是一个筛沙滩的视频啊，我不希望这个作品有多少双击，只希望你看到这个作品开心与快乐就好。认识沙滩老铁扣一，不认识扣二。接下来朋友你们看一下啊，这是在晚上赶海的时候捉到的，有没有认识的老铁？觉得他可爱的话，给老弟个双击。现在咱们把他放生了。